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，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，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。老张请他吃顿饭，喝得少了他不干，他说阿玛德嘎都是东北人，阿玛德嘎特产高丽参，阿玛德嘎猪肉炖粉条，阿玛德嘎都是活来换，阿玛德嘎没有这种人，装了车了哪能不叫人，阿玛德嘎身上有什么，他不是东北人。翠花上酸菜。干啥干啥，你紧张啥呀？我真是有点紧张啊，姐夫，你说我都不紧张，你紧张啥呀？嗯，看见没，这是今天接见四个大姑娘的时间安排表。要说人家花了，那真是媒婆界的职业高手。对，一下午让你接见四个大姑娘，这旧社会太子爷选妃子也就这待遇呗。我是真羡慕你啊！你说我咋就不早点认识花老啊？真是生不逢时啊。你还有啥想法咋的呀？回头我告诉我姐，我看她咋收拾你。干啥干啥呀，我不就活动活动心眼吗？理解万岁，都是男人嘛。我跟你说，花老师说的这个吧，就是相亲的那个最新的思路啊，各种类型的在同一天在一块堆见，那就能找到最合适的。那你分着一个一个的单独的见吧，老想着后头的应该是最好的，就挑花眼了。要是我，他就花不了眼。反正这么说吧，今天是一个点来一个，不管好不好，到点就得散啊。咱得保证把四个大姑娘都看完，然后再下结论。就，哎呀，哎呀，地震了！哎妈呀，你嘚瑟呢？谁嘚瑟了？我没嘚瑟呀，我。嘚瑟，我这不没办法吗？哎呀，那个，你说我这平时那猛劲儿都哪儿去了呢？我这一下你让我见四个吧，真有点不太适应。要是我，那就适应，慢慢就适应吧。哎，对，手机你拿着。如果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发现哪个人长得属于假冒伪劣，形势非常严峻那样的啊，你呢就做个啥动作。做个啥动作呢？对，你捋捋头发，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，就说公司有事儿，咱就撤。捋头发？哎呦妈呀，姐夫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行，今晚你说的办。对。妈爸，爸呀，妈，那人叫谁呢？不理他，有病。别装了，人家都认出来了，装啥呀你还？爸呀，妈呀，哎姐，小玲，你俩也别躲了，好像我没看见似的。不让你们来，不让你们来，非得来，咋说你们呢？就这么大胆。会儿呗，待会儿闺女来，我们假装不认识哈，是吧？我们不吭声，我们就想看看。对，让我看看呗。你跟你说，我就跟你说了嘛，这事儿。现在你这事儿吧，是咱家的头等大事儿，对吧？我们在这块能帮你关敌撩阵，一来呢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完全是给你壮壮胆、把把关？二来呢，能给你暗中使使劲儿。拉倒吧。你们倒想使劲儿，你也得使得上。跟你说啊，你们在这嘎吧，弄不好影响我发挥，我现场发挥不好，这么大的责任你们谁负啊？你我还不知道，从小
从小我跟你说就是那份儿，那家伙人越多你就越不要脸，尤其是见到小闺女吧，变本加厉。嘿，不是旁观者清吗？你让我看看吧，哥，那我还就好看看啥现场直播啥的。那小伟啊，你过两天呢，我就带君君去你姐夫那嘎了。你说咱家今年哈办啥事都可顺了。就剩下你了，你说我在走之前呢，要不帮忙把你的事儿办好，我能放得下心呢？你们这叫搅和，知道不？对，君君呢？你家君君咋不来跟着一块搅和呢？那能让他来吗？嗯，万一你们那啥有点暴露镜头，少儿不宜。我跟你说，季红，你们俩在那干啥呀？看爱情片呢？不是，那倒没啥。我估计呢，今天也不会有啥暴露镜头哈。哎，你们干啥吧？你走走，不走啊？不走是吧？我走，别走，走走走，麻溜的吧？走走还不行？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是，哎呀妈，快到点了啊！哎呦喂啊！第一个见面的啊，叫马玲玲，就那个相册里边笑的最甜的那个，最漂亮的那个。哦，就他呀！啊，这太好了！哎呀，花姥姥说了，啊，这姑娘吧，那俩大眼睛水汪汪的，贼漂亮。哎呀，那笑声吧像银铃，嗯，那说话吧像百灵。嗯，没事，嗯，来了。嗯，在那边。哦，来了。哎，我拿。嗨，嗨，你是那牛小伟牛总不？你猜咋的？咋的？那女老鼠嫁给一蝙蝠，她愣说嫁给一飞行员。太逗了！你说这编笑话他咋想的？太绝了啊！你说逗不？挺逗的，还有呢，最逗的还在后头呢。还有一男老鼠娶了一个蝙蝠，他愣说是娶一空姐。哎呀妈，娶一空姐，你说逗不？那娶蝙蝠和嫁蝙蝠的男女老鼠是啥关系？啥关系？亲戚。哎呀妈！哎，那个啥，那个。马小姐，我打断一下哈，先不管啥男耗子女耗子的，我就想问问你，那个花姥姥的那个照片是你的？你觉得不像我啊？我跟你实说吧，那是明星照，加层磨光，哎呀，那拍出来母老鼠都能变貂蝉。貂蝉？对，我要再加一层柔光。那你根本看不清我五官，真的呀。我这人就这样，爹妈给的品种啥的没法改了。你稀罕不？稀罕照片还是稀罕我呀？是，挺稀罕的，都稀罕，尤其照片。我的吧，你看咋那么客气呢？见面还送礼。喂，啊，咋谈判就谈崩了？就300万这么点小破事你都办不成，我以后还让你们干啥大事啊？不能给他，真是，你看啊，行，我马上回去。真是的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马玲玲小姐，公司里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那啥，拜拜，以后再联系哈，再见。联系啥呀？这连个联系电话都不留一个，你是干嘛的哈？哎呀，要听你这么一说呢。这马玲玲是有点二哈，就是二。不过伟啊，要有信心啊。咋的？这个俗话说，好饭不怕晚饭。
走了他一个是自有后来人，按照花姥姥的安排，嗯，下一个是侯倩倩小姐。侯倩，对，据花姥姥讲啊，她是最适合做老婆的。哎，她最大的理想是啥呢？就想当一个家庭妇女。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人，那可太少见了。哎呀，快到点了啊。拿着百合花，这是街头暗号。你就是牛小伟。哎呀，我这是不是我？我们开门见山吧。我已经派人详细了解过你的资料了。你并不是什么总经理，什么钻石王老五领头羊之类的。这个我。你这个人，不思进取，不务正业，好逸恶劳，缺乏事业心。你旗下所谓的百年老字号。什么杀猪菜连锁饭庄，其实是个连20块钱菜都不敢卖的低档小饭馆，还经常入不敷出。我说的都符合事实吧？啊、这个我，那啥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。实话说吧，我本人倒正是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业务太忙了，非常辛苦。做女人难，做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更难，做一个有事业心又事业有成的女人真是难上加难。真难，是难。我正好需要一个缺乏上进心的男人来帮我打理内务。我是个爽快的人，不爱拐弯抹角。怎么样，你要是觉得可以咱们就结婚，如果觉得不可以就拜拜。 OK， 这个我给你半天时间考虑，考虑之后你给我一个答案吧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我能来就说明我已经可以接受你了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是嫁给我啊，不跟我结婚，对你会有好处。看不出来你还爱臭美啊。啊，侯小姐，你听我说哈，没你事儿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儿。喂，什么400万？肯定不行，你告诉他只能给他350万。行，你等我回来吧。对不起，我有事情要处理，得马上回去一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想好了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的好的。这花是送我的吧？男的。喝酒吧，水都不让人喝了呢。先生，你在这儿等人呢呗？我在这儿等。我好路，咋是你呢？牛小伟，咋是你呢？啊，感觉花姥姥说的牛种就是你呀、啊！你真好意思，还管自个儿叫种。啥种啊？废气种吧你！感情花姥姥说那个啊，温柔可爱的小萝卜就你呀、啊嗯？就你这德行还温柔可爱呢？你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？以前我不知道，见了你以后我就知道了。咋的？找人家花姥姥，找不着媳妇了吧你？咋的？你找人家花姥姥？让地震局那哥们儿给蹬了吧。小鬼，说真的，送你2个字的民间俗语，活该。我哄不真的，送你2个字的佛教术语，报应。小样儿吧你，还买花了，不要脸。小样儿吧你，还化妆了呢，不害臊。这两天我也没吃啥脏东西，我咋见了你我就犯恶心呢？可说呢，我这手也没得，脚气也不痒，我咋见你我就想抽你大嘴。站住啊！咋的你还想先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回还是我蹬着你。哎，
还没来呢。对呀，我不能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我就放松要求降低标准的胡乱凑合吧。跟你说吧，就前面那几个吧，真是让我有点那那啥，那个先那样吧。来了。对不起，是您小饼先生吗？我迟到了。妈呀，声儿还挺甜的。没事，那个但凡有点姿色的女孩子都有迟到的毛病。晶晶，哎呀，坐下了。哎妈，长得真好看。客气，谢谢。不能细看，哎呀妈，越看越好看。哎呀妈，你咋这么好？那个，这事儿就定了。咱俩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咋这么好看呢？牛先生也太心急了吧。第一次见女孩都这样啊？不，那个一般都第二次。真好看。看样子牛先生是情场老手，经验丰富啊。那是，那个反正过我手的女孩子吧，没有一百也有，再加上我就101是吧。数学真好，100+1。啊，咋的了？动了就有点熟呢。坐的久了啊，累了，活动活动。啊，是。喂，哎呀，老姨夫啊，我老姨病了，哎，我马上到啊。啊，真对不起牛先生，我老姨病了，我得马上走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咱老姨病了，那个医院在哪个啊？我陪你一块儿去呗。不行，啊，妇产医院你去不方便。这花是给我的吧？嗯，谢谢。不行。再见啊。哎，别再见呢，你留个联系电话啥的呀。哎呀妈呀，这女马大哈电话都不，这啥意思啊？看啥呀，别看了，没戏。我看见了，人家也是带着伴来的啊。他这边一搂脑瓜，那边电话就拨了，跟咱俩一样。我就纳闷儿，四个闺女你愣一个没瞅上啊？你这一下午白忙活了。爸，也别说啊，人家也没白忙活。嗯，四个女的当中吧，俺家小伟真看上一个，是这样，但人家没看上他呀。你这不扯淡吗？谁呀？啊，谁看上他了？长得吧是还可以，是吧？是个女孩子。我呀，我跟你说，就感情这玩意儿吧，它讲缘分，不能瞎凑合。这缘分到了，对上眼儿了，咋看咋有。小伟呀，听妈话，别着急啊。一会儿吧，花姥姥就来了，人家他都说了，这个事儿啊包他身上了，哎，他要不给你解决问题啊，他死了都不闭眼睛。哎呀妈，还让他闭上吗？哎，不闭眼多吓人。哥，你先别着急哈。谁着急呀？我看就你们着急。我都想过了，我想通了，我想开了，我就不应该去相杀亲。待会儿花姥姥来，我跟他说别让他管了。啊，开门。来，哎呀，花姥姥，来，快点，哎呀，姥姥，以后你说你管的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那个大少爷不是没有相中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有花姥姥在啊，下个礼拜天咱接着来。花姥姥这儿存货多着呢。哎，那谁啊，婷婷啊，来见见你牛大爷牛头马。这是啊，我外曾孙女啊。他小我一手带大的。那个啥，大名就朱婷婷。啊，对，婷婷叫你。哎，婷婷。哎。
我嘛是偷着跑出来的，不能待太长时间。自从接到你电话之后，我就一宿都没睡着觉。这个是我给你买的玫瑰花，6.5块一朵，喜欢吗？是吗？嗯呐，真好看，你说。哎，我们那嘎3块钱一朵啊，你要多少？我带你去呗。真的呀？啊。我不买花。婷婷，我说话你不讨厌吧？当然不讨厌了，我跟你在一起说话吧。我还挺高兴的，你别说，真的呀？啊，那，你说以后要是有机会，还像咱们现在，像朋友那样随便的聊天行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真的呀？啊，那我就。豁出去了，婷婷。其实吧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吧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也是。我这人吧，我心里憋不住事儿，我不说让我难受，我就跟太姥姥说了，我也挺喜欢你的。花姥姥也知道了。哦，没事儿，他肯定能帮我说不少好话呢。那倒没有，他老是说媒婆的话不能信。这个人吧，是有名的那个狗肉端不上席，烂泥扶不上墙，又懒又馋又没出息。你说谁家姑娘要是跟了你吧，肯定是瞎了眼蒙了心。让我跟你在一起啊？好啊，这个花姥姥，她敢！切，说实话哈，那个婷婷，其实，花姥姥说我说的对，我，那个婷婷，我吧，说实话吧，确实有挺多缺点。那个趁着我自己还清醒，我就不忽悠你了哈。下岗以后呢，我就对了这么个小饭店，勉强维持着吧。家里的情况你也都看了哈，刚脱贫，现在正奔着小康奋斗呢。反正不管咋样，别的我也不敢保证，就只能保证我会对你好。小伟啊，其实你的事儿吧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人家说那缘分吧。不管人咋说了，我认了。我也认。哎呀，没事。小伟哥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太姥姥在家等我呢。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啊。再见。哥呀，我下半辈子就是你了。不是，你不会挑个别的时候倒水呀？长白山，水挺甜是辽河源，米挺粗是高粱米，人挺糙像棒子面。俺们家就是你们家，你来不来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
断不断，黑起了，现在好极了啊，得看。